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1月2号宣布，队中头号球星阿根廷人梅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，目前正在按照防疫规定进行隔离。根据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声明，一共有4名球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，除梅西外，另外3人分别是左后卫贝尔纳特、替补守门员里科以及中场小将比图·马扎拉，他们已经开始进行自我隔离并积极恢复治疗。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巴黎圣日耳曼队已有多名球员感染新冠病毒，内马尔、姆巴佩、迪玛利亚等球星此前纷纷中过招。